沙子在桶内，经疏导板充分翻扬，从内桶流动到中桶，再经中桶进入外桶，层与层中间分隔烘干室，大大提高沙子与热量的接触面积，最大限度地提高热利用率。先进的控制系统和品质优良的称重系统，实现将主料及添加剂分毫不差的配比，然后进入双轴无重力混合机进行混合。铜鼎机械研发制造的双轴无重力混合机采用最先进的双轴一体减速机，达到搅拌叶片永不打架和最佳的传动效果。搅拌叶片均采用耐磨铸钢件，且方便更换。轴端密封形式的独立设计更是已获得国家专利。铜鼎机械的第三代无重力混合机具有低维护、低能耗、高效率、高环保的特点。高效混合后的成品砂浆通过混合机的大开门快速泄入成品仓，泄入成品仓的干混砂浆可直接通过散装机装入成品散装运输车进行配送，也可以通过输送系统输送至成品储存罐进行提前储备。如需要直接包装成袋袋，可选择阀口和敞口两种包装形式。铜鼎机械研发制造的阀口包装机和敞口包装机均已获得国家专利技术，领先于同行业的砂浆包装设备。